现在开始，你可以休息到七点再开始。所以这个很少。今天从新竹上来，非常塞的。哦，这样哈，好，没关系啊，我会等你啊，啊、哦，好，好，不会不会，好，好好好，拜好。塞着。因为我常常会。稿的压力，我们会尽快开始哦。那我们大概就准时7:10，我们一定会开始。那我们已经有几位已经到现场，那有些还有书面稿。那我们其实还为各位准备了我们的电子档，就是今天你看到有文字的，我们那边都有档案，你们都可以拷贝。如果需要，我们也可以马上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回去赶稿也比较方便呢。所以我们稍微等几分钟，马上开始。那何春蕊已经快到了，只是他刚刚一直打电话说还在塞车，所以我们也体谅他一下下。不过我们还是在他没有来之前，我们一定会先开始，所以请各位再稍等两分钟，不好意思，我有。因为时间的关系，然后今天有非常多人可以发言了，我想我们就先把记者会从这里开始。我是性别人权协会代表王平啊，很高兴大家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欢迎会。其实本来是有朋友建议说大家应该到机场去接机的，我觉得那个成本太高了。那让大家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其实我觉得有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可以在一个比较不用下雨、不用淋雨的地方啊，所以之前就做了这样的安排。那今天其实我们有原来安排的有就是社运团体会向何春蕊致送一个代表运动性的纪念品，那每个团体都精心的设计，等一下大家都会看到。那这个行动呢，我们会等何春蕊到了以后再做。那接着就是我们今天有蛮多包括学界还有一些算是名人吧来到这里哦，想要为这个事件也对着何春蕊也对着我们希望看到的一个民主社会性言论自由说一些话。那当然代表的那个范围涵盖的也蛮广的。那我自己本身也代表这次主办的一些社运团体，先跟大家说几句我们自己简单的立场。其实很简单啊，很多媒体记者问我们说你们是站在什么样的位置支持何春蕊，我一定要再重申一句话，就说我们不是支持 何春蕊个人而已，当然也支持他，我们其实是站在一个运动团体的立场啊。很简单，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我们支持何春蕊个人的学术尊严和工作权。第二点是我们要捍卫台湾的性言论自由。那这一点我想更是我们运动长期以来所要达成的目标。那我们也体认到，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些所谓保守的势力哦，他们针对性言论的管控其实是全面的，不是只有一件事一个人。但是他们的策略当然是要从整个社会里面挑出你最难忍受的、最不容易接受的，每个人看到他都认为你会觉得很讨厌的来谈起，或者是挑出那个最会制造麻烦的人呢。那我觉得这样的策略对团体来说，我们体认到这是造成一个区隔的效果。那这个区隔的效果其实是使得我们的力量非常的分散，
那我想提一点，就是说在过往我们也从这里得到一个经验，比如说性工作者在争取工作权的时候，其实也看到社会蛮冷漠的。经过很长的时间，包括社运团体本身也都在不断的学习如何接受这样的性议题。那我想我们都从这样的经验里走过来，我们也吃到很多苦头，但是我们终于认清楚了，我们被区隔绝对对我们的集结是有很大的伤害的，我们绝对不能在这里被各个击破，我们必须共同一起，我想用一个串联这个字还蛮合乎今天的主题的，我们应该串联在一起，共同为台湾的这个民主社会的性言论自由而努力。我也被记者问到，就说那你赞成人兽交吼，你不觉得很恶心很猥亵吗？我觉得我好像不需要站在这个位置去回答这个问题，我比较想问的是，说真的，每一个人对于猥亵都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认为刑法第235条这样定出猥亵的定义是非常自由新政的，谁认为猥亵就达成了猥亵呢？我们也是认为到任何在这个社会里的任何一种性的实践、性的行为、性的态度都有它的历史的脉络，而且都是真实存在的社会行为跟现象。我们在律法跟道德里所看到许多不容许的性实践，其实在时代改变的过程里面它变得合法了，变得合乎道德了，比如说同性恋行为，其实这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所以我认为我们对于任何的性，特别是所谓异端的性，我们都至少应该有去认识和学习，去了解它的空间和机会。那我想这只是简单一个立场的表达哈。那我今天也蛮高兴哈，我们第一位本来是陈文茜，因为他等一下会到，我们第一位就请到有书面稿的，大家听到有人都没有书面稿，有书面稿的许佑生，他今天的头衔可是性学博士。那我刚也突然发现我们印了很多连署的资料，里头有两位是他学院里的，应该是教授吧。那我想许佑生一定会跟我们谈一谈非常清楚的，到底怎么样看待目前台湾的性猥亵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欢迎许佑生。多位媒体朋友大家好，非常意外啊，不然我以为是第三个发言，那因为凑巧抢到了头香。所以今天晚上啊，其实是一个有点典型的台风夜啊，那么外面也是一阵风一阵雨的。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呢，其实很多现场的朋友们都是长久以来跟何教授一样，都是在就情欲人权啊，或者是在性别意识的教育上面都是共同打拼的朋友，所以对何教授今天这样的一个声援，我想应该是风雨故人来啊。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想对一些声讨的所谓的保守团体跟个人呢，那可能是我们这一群妖魔鬼怪又凑在一起，兴起这个掀起这个腥风淫雨啊。所以我想从这两个观点来看啊，其实完全两个非常极端的一个看法。其实就我性学研究者的一个观点来看，其实外面不过就是非常大自然的风雨现象嘛。可是你要是从你带着你个人有色的价值观跟立场，你可以看它是风雨故人来，你也看它是一个腥风淫雨的一个大集结。所以这就是我这个一段时间来在旧金山念性学博士一个最大最大的收获，就是说性其实是一个非常文化产物的。那么今天呢，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有一些书面稿的发言哦，这些发言呢，我想我不会太多重复，我想大家都可以参考。我真正想要借这个比较难得的机会呢，其实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念性学的一个经验啊。像这次何教授的事件出来之后呢，我立刻因为自己专业的立场，我写了一篇文章在中国时报登出来。结果后来我有一次凑巧在网络上查询资料呢，发现我的文章被其他的应该是单位引用，然后呢我发现呢，他在引用的时候呢，把我称之为叫做性权派就是性的权力派。我想说怎么都出了一个这个东西，然后我还被
编在这个里面，这个阵容里面啊，我想这就是我们台湾，你看就是乱贴标签啊，什么叫性权派？我想我宁可，的确这个名称其实我认为是蛮光荣的，为什么呢？因为就像我这次在新书发表的时候呢，我本来要说我是一个性文化工作者，结果讲太快讲成性工作者。结果呢，后来我想说，也对啊，我在研究性，我也可以叫做性工作者，当然可能没有关节那么资深。所以我自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对性这个字眼产生这么大的恐慌？是你自己对它产生恐慌的。其实我如果说我是性工作者呢，但是我认为。我的态度是很坦然的，或者说我对性的这个意见呢，其实是认为它就是人生的一个现象而已。那么这个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做学者的在研究性的一个中立的立场。那么在讲到这次的动物链的时候呢，我想我的那个新闻稿上有特别提出来啊，其实早在1948年的时候呢，金赛博士他的最重要的这个男性的性行为报告就已经。有一个章节特别讲到所谓的 animal contact 啊，就是动物的接触。那么这个动物的接触当初提出来的时候呢，并没有引起美国社会的轩然大波。但是比较有趣的，可能大家都不太知道的，金赛博士当时候做了那么多调查，那么多数据的这个研究的报告，结果有一项呢，他特别掩饰了，因为他基于。对于美国社会的一些特殊民情，他演示的一些重要的数据，大家可能想都想不到，那就是他的这个调查发现呢，黑人男性，应该说非洲裔的男性啊，阳具的平均长度比白人的男性平均长度要大，所以呢，他因为怕引起这个美国白人社会的一种抗议或者是说反弹呢，他在这上面的数据做了蛮多的保留。这个是事后文献发表的，所以可笑的是，那个社会当时候美国社会并没有对动物链啊，你为什么要去做动物链的调查，有太多的这个质疑，反而是这个我们的金赛博士比较担心的，反而是男性阳具的长短会引起种族的冲突，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文化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我。今天打算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也是跟这本书有关。这本书呢，当时候跟金赛博士一起合作的有他的一个研究助理叫做 Wader Pomeroy。Wader Pomeroy 后来变成继金赛博士之后呢，性学的一个应该说一个大师啊。那么当时我们在性学研究所的时候呢，我的教务长有提到他一个故事，我想值得跟大家分享。因为在性学研究的时候有一期项目是非常重要的，叫做个人的性历史调查，大概每一个人要做一个半小时，从小到大把你所有的大大小小跟性有关的，真的是蛛丝马迹啊，这个芝麻小事全部都会挖出来，因为它跟你整个的性行为或者你的后来的性意识很多都是息息相关。结果呢，这个 Pomeroy 在有一次在对一个希腊人做性历史调查的时候，这个希腊人说I have sex with a whore， 我曾经跟妓女这个也就是说他曾经买春过结果呢，我们 Pomeroy 这个老先生呢，可能当时候没有听清楚，他想说 OK 好，就把它翻到最那个他的那个分类的最后一个章节。为什么那个最后一个章节是 Z 开头的 ？Z 开头你们可以看到我这里没有讲了动物链，因为他把 whore 听作马，听作 horse， 结果他就很。就说很震慑的，因为他绝对不能显露任何惊慌的表情，他就说你是什么时候跟马开始有性行为，就这希腊人说你怎么看得出来你怎么这么快就看出来我跟马有性行为。所以我当时我们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是感觉到如沐春风，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显示出来，就是你做一个学术研究你绝对，如果你要带着一个就是我们台湾社会现在所看到的这些所谓的标准那我可以跟你讲，我们的学校要关门了，因为我们学校研究的东西没有一样能够开门招生我记得我们学校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校长拿出了
真的是他的这个很慎重的拿出他的一箱宝贝出来。他说这箱宝贝我今天要请各位在场，只能够在场的学生只能够在场观看。这箱东西呢，就是恋童症的所有的杂志跟刊物。大家也可以知道，美国社会对恋童癖啊是采取非常严格的这个犯罪的处罚。但是我们学校呢，跟美国联邦政府申请了执照，只有在我们学校可以，就是在教室内基于教学的目的是可以公开让学生去研究的。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不让我们研究这些，不让我们研究那些，那不就等于像你要训练一个医生，你居然不让他去动去进手术房开刀，因为你觉得那个血腥的方面太恐怖了。所以今天我没有跟大家分享我其他的这个报告，大家可以自己看，但是我分享这些经验其实反而更宝贵。谢谢。谢谢佑生啊。我想接下来我们要不要请另外一位李慧敏。其实李慧敏的身份蛮特别的，那如果何老师在，他应该会表现得更清楚，因为李慧敏曾经是何老师指导的论文的指导学生。那他是说他今天其实感触很多，那我们也听听他想说什么。李慧敏，各位好。那我今天的任务，何老师给我任务就是两个，一个就是我把寄给中央大学刘全之校长的信原封不动的念出来，那请大家耐心一点，因为我昨天在家里自己念过，按计时器大概6分钟吧，好，所以不会很长。然后第二就是要表现出有为青年的样子，那何老师说这个代表说他没有教坏小孩，就是他指导过的学生现在也看起来还蛮有希望的活下去，这就是我的今天的两个任务。好，刘全之校长您好，很冒昧打扰您，我是国立师范大学华语文教学研究所的毕业生，也很幸运的在几年前成为何春蕊老师少数指导的研究生之一。虽然没有荣幸能够亲身投入在何春蕊老师任教的中央大学英美文学系受教，但是在本人接受何老师指导论文的近两年的时间，这样的一个经验，我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台湾何其有幸能有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愿意在此贡献一己心力，中央大学何其有幸能够有何老师这样的一个教授为贵校培育英才，让贵校的英美文学系走出台湾外文系的旧有窠臼，成为台湾众多大学英美文学系中社会改革活动力最强，同时也最具学术反思的一颗耀眼明星。那话说回来，除去某些打着爱心关怀等神圣旗帜的宗教妇女团体以外，凡是跟何老师有往来的学界、知识界、社运界，又有谁不佩服中央大学的世界与胸襟，能本着大学应有的学术良心，以开放的态度给何老师及贵系其他的进步知识分子一个发声的空间与进行社会改革的原地。相较于目前台湾一般短视及功利取向的大学，其实我原来写的是说相较于我自己念的学校，但是既然我一开始我已经写了说我念哪个学校，那这个又有书面稿的话，我想我还是不要落人画饼好了，所以也给我自己的一个学校一个颜面这样。无论，所以我把它改了哦，相较于目前台湾一般短视及功利取向的大学，无论在课程设计的深度与广度，还有聘任老师的格局，中央大学远胜其太多。那原来我是写中央大学远胜于我的学校太多。好，可以说因为贵校给予何老师发光发亮的空间，何老师这颗钻石才更加璀璨。中央大学虽然毕业的校友不多，知名度也略低于在台北的国立大学，但是央大一直给社会大众精致而优美的印象，我想跟各系受益特例的教授与不媚俗的课程设计有绝对的关系。对于何老师引发社会争议的议题，我并非专家，也没有办法发表什么客观深入的意见，但是对于何老师是否是一个适任的教授，
央大是否可以因为这件事把何老师解聘？身为何老师指导过的学生，我要说一句，如果适任教授的定义是做一些不经反省的虚假研究，以便欺世盗名，骗取奖助经费，不关心学生，只在意自己在学校的权力运作，或一心仰望长官关爱的眼神，翘首等待学而优则仕的机会，或是尸位素餐，唯唯诺诺，每个月等领俸禄加级。那以上的范本也是参照于某校的。那么何老师的确不 qualify， 但是如果台湾大学台湾社会中央大学学生家长要的是一个真心关怀学生，把学术研究当成自己的第二生命，我想可能有人知道说何老师之前有生过一场病，那我真的觉得他是用脑过度了。说的层次更高一些，为了人类的未来真正在思考问题的大学者，何老师当之无愧。如果中央大学屈服于社会压力，将何老师的适任与否做出错误的判断，短期的影响是贵校失去了一个好的老师，长期来看，这样的决定为台湾学术界做了一个最恶劣的示范。相信许多研究生在就读研究所时期深受课程品质不佳之苦，寻寻觅觅，我好不容易在黑暗的天空寻到一轮皓月，请校长珍惜一位大学者养成之不易，勿轻易摧毁何老师这样的学者典范。那我记得前一阵子我在电影院看到《美丽人生》，有这样的一部电影，那讲述的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一位数学教授的故事，相信大家也都很清楚。那故事的有一段情节是说，该校有一个传统，遇到值得敬仰崇敬的大学者，其他学者会将自己的笔赠予给该教授以表达敬意。当我在电影院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不禁想到，如果有哪一位我认识的教授能有此资格获得这样的待遇，我觉得啦，以我自己来看，也只有何春蕊老师了。那毕业已经三年多了，说真的，如果研究所、学术、硕士等名词对我的生命曾经留下什么深刻的影响，在我认识何老师以前，说真的，我对研究所啊、学术、硕士我是蛮自卑的，因为我根本不晓得我在干嘛。那遇到了何老师之后呢，这些字眼才对我有了深刻的意义。那都要感谢何春蕊老师的身教与言教。此外，何老师传授给我的学术训练，让我在职场上的商业竞争逻辑下亦能游刃有余。那我在中国文化大学推广教育部工作，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事业是蒸蒸日上。那何老师传授给我的，在让我在这样的一个教育机构工作一点也不吃力，非常的容易。然后他们还会说，你怎么会那么有创意呢？好，那真的是要感谢何老师。所以何老师绝对不是寄生象牙塔的学院派，而是真正对社会有实际贡献的知识良心。写这封信只想表达个人对何老师在专业上的敬意也与肯定，同时也恳切的期盼贵校审慎看待此事件，让台湾的学术界及高等教育能因此事件更往前迈进一大步。谢谢大家。哎，谢谢李慧敏啊，我是他的战友。那我跟他也没有太多的私人的亲密的关系哈，就是说不是太深的私交。但是我今天为什么要来？那同时他很多理论也不是我完全赞成的，可是我还是要来哈。今天就是排了很多的会，把他排开要过来。其实理由很简单啊，我觉得如果我是做一就是对于性别议题关心的一个研究的人，那我想任何念过就是关于性别议题的历史、世界史的人都知道哈，在就是女性意识开始起来的这个阶段，有所谓的那个猎杀女巫的历史。好，那猎杀女巫其实很简单，他们这些人不是真的女巫哈，他只是告诉大家说女人有她应该的权利，但是以一个她是女巫的这样子的一个罪名，然后把她焚烧。那这里面有非常多的政治经济的因素，当然里面宗教因素是非常大的啊。那
其中有一个我们现在觉得当时争取的一个东西，我们现在觉得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是女人的投票权。我们现在觉得男女都可以投票，这个当然是用肚脐眼会知道的事情，对不对？可是他曾经是女人是没有可以投票权的，因为他被当成是小孩子，跟男人是不能平起平坐，他没有独立判断的能力等等啊、哦。那这个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经过就是几十年甚至近一个世纪的这个斗争啊、哦，那当然很多人因此被当成女巫而杀死了，这个里面有很多宗教的人哈、哦，宗教的人觉得说，女人怎么可以投票呢？哈、哦，上帝造人就是女人，就是弱者，怎么可以呢？哈、哦，那基于对这样的历史的了解啊、以及我们现在享受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这些权利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们现这个时代，我们可能认为是很奇怪的一些言论，应该保有这样子的弹性空间，就是说，也许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接受，但是百年后我们的子孙会觉得你们怎么那么笨，怎么会这样子想啊、哦？那我觉得何老师他作为这过去十几年来在台湾推动各种性的议题，一种各种这种不被重视甚至是排斥的议题的一个这样推动者，我尽管对他有一些言论是不完全赞同的，我对他有非常高的敬意，也因为这样子而来哈、哦。那接下来我想要讲一个东西，就是说我在看到这个事件的时候提出的这个团体提到，就是说刚刚提到是基于关心爱心关怀小朋友儿童青少年的权益这样子的论述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们反对他们告这个事情是我们没有爱心的人吗？好像不是哈、哦，只是说我们对于什么叫做保护儿童跟青少年不一样的概念，就是说我们认为孩子不要看到，让他有一个清净的空间，他就不会受到污染，他得到保护，刚好是相反的。因为未来他会走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认为很恶劣的很可怕的世界上，他要如何去面对，如何保护他自己才是重点。我们现在把他关起来以后，他会更没有免疫力，如果我们真的觉得很可怕的事情的话。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哈，小时候啊，我们家那个妈妈在农村，那很多小孩子都会淹死，就是种田，妈妈没有办法灌小孩子，他就爬河里游，就淹死了这样。所以从小到大，我们的就是我的大人们，我的特别是外婆舅舅们，就很怕我们会不小心淹死，就告诉我们说不要接近水，那个很可怕，那个灌溉那个很可怕。所以我从小到大觉得那个水是个很可怕的事情，那个阴影直到现在我都还有。虽然我会游泳的技巧，我游，可是我只能游泳池游，因为那个我觉得还不会把我淹死哈。那我曾经在想，为什么我会对水那个恐惧？我一直以为是可能我上辈子是淹死的，可是后来我想了很久哈，应该是小时候从小那个对无知的那种恐惧，会让我到现在还是对那个水有莫名的恐惧感。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的朋友美国朋友常常笑我们说：“哎，我觉得你们中国人好像怎么都不会游泳。”然后我想过这个问题，因为中国人很怕孩子会受伤害，就把他关起来。那美国人不是，他还让去玩水，让他从小对水不会有恐惧哈。那我只是要用这个例子来说明的是，今天我们捍卫这个对目前可能有些人来觉得很可怕的这个言论的这些人来说，我们并不是不爱护儿童，并不是没有爱心，而是我们愿意比较用一个相信孩子他应该要有自我保卫自己，然后认识这个世界的能力跟权利，而不是把它关在象牙塔里面。象牙塔不只是学术界才有，我们很多人都还是有这样子象牙塔的心里面。那我想那个恐惧很大部分是来自于无知。那我们今天对很多性的议题的恐惧，我自己也有，我必须要承认哈。你今天跟我讲人兽交会不会很可怕，我其实第一个反应会觉得我不会去做。那可是我第二个反省我自己，说我为什么会这样子有这种恐惧，那是因为我对那个真的不了解。好，那因此我觉得对于性的议题，特别是性的议题，这种少数的性的议题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它让我不会再存活于这种无知的恐惧当中。那我们这个世界有太多那个恐惧哦，来自于无知的恐惧，特别是台湾。我自己在做所有外倾啊议题做了十年，最近几年开始比较被大家所关注哈，但是它过去也是非常恐惧的事情。好，那最后
我知道何老师来了，我希望你听我讲这句话。何老师来了吗？他听到了吗？因为他要进来，我最后刚好讲最后一句话。我最后要说的是，恭喜柯春蕊教授，以及恭喜所有为了性权啊、性别少数性的议题而奋斗的朋友们。因为这次的告诉，让我们重新打开了一个新的战场，重新有了一个新的公开讨论的空间。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件好事，我们该感谢这些告何老师的这些团体，让我们可以把这个性的议题再次拿到台面上来，不要再躲在阴暗又这个阴暗的角落里面。好，小何，恭喜你了。包括学界跟各界，那在所有的联署的资料，我们前面有准备两本，都印得很厚的，大家可以慢慢翻阅了。那今天我们一起主办的四个团体，各有一个代表，想要对何春蕊表达一两句话，同时送给他一个非常有运动意义象征的东西。我有点不好意思啊，因为这个麦克风拉不到那边去，所以麻烦各位在运动界的人。我们先请日春的代表关秀琴，她要对小何说什么呢？何老师，我支持你，加油！谢谢。其实我们看到日春送的是一顶公昌帽，那上面可有写字的“公昌精神”，嗯，继续奋斗。那我们要学习的是，应该是公昌的缠斗不休的精神。想当年那个昌岭计划，那还得了？这何春蕊娘努力啊，你可能赶不上人家呢。学术界不能输了。来，我们第二位同事咨询热线，我们要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送的是彩虹椰子。彩虹椰子，那这个椰子呢，一方面何老师可以自己喝，然后反正自用送礼两相宜。要送给谁呢？就送何老师自己喝，补充口水可以对付他们。那喝剩的可以扔他们，没关系。不然的话呢，我们文雅一点，我们可以送他们，让他们看了这些照片，他们很上火，我们让他们消火一下。好，谢谢我们同事，这是热心的代表。我想他送的完全没有彩虹，就是很硬吧，没有破，很硬，很适合当武器，非常耐用。谢谢谢谢。这个往前行进的时候，不但可以坚硬不拔，对吧？而且还口渴，还可以喝点水补充水分，真是不错。照妖镜，照妖镜，哇，还有照妖镜呢，这。回家自己照照花生，自己跟他去招魔啊！照那一些人啊，好吧，我们谢谢同志咨询热线，我们帮何春蕊谢谢大家。谢谢。我们下一位是艾滋感染者权益促进会代表，他要对何春蕊说什么做什么呢？大家应该都会同意，艾滋是现在这个社会几乎要排污名是倒数第一名或第二名这样子，所以我们很希望。我们这个团体在何老师的帮忙之下，我们也有一样的动力，能够冲破这个社会对艾滋的一些禁忌跟一些污名。谢谢。谢谢。我们谢谢同事会给我们带来。谢谢。红丝带就是一个 love 的意思，它也是反歧视、反污名最好的象征，也是在我想在美国同性恋运动、在艾滋运动上是非常大的进展，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好，何春蕊又要加油了，还没结束呢，我想。这个重头戏在后面呢，我们请性别人权协会，也是我们那个同志新闻通讯社的报长做代表，要送什么呢？这个是一个彩虹的玫瑰盾牌，那这些彩色的珠子呢，其实就是非常多来自全世界各地支持小何的名单所串成的。那我们这个看起来很像玫瑰花的盾牌呢，它其实是在象征自由和人权。那我们希望就是小何有了这个彩虹的玫瑰的盾牌，让他知道，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后呢也会互为后盾，然后互相支持。谢谢。这个盾牌在彩虹上。哇，怎么这么了？开始了。还有照妖镜。五个月的工作没有让他忘。
忘记台湾社会需要什么，请你继续挺进啊，一定与大家串联。那个珠子很辛苦做的，每一个都是一百个联署的人粘成的，这吓坏了。你看多少人支持你，全世界。不过我要提醒你啊，我们前面讲过，我们不是支持你而已，我们是支持台湾社会的性言论自由。是，可是你要努力。好，这个接机就这样了。我们是怎么跑去桃园机场？可是接下来我们很高兴啊，陈文茜、张小红都到了，王如璇也到了，王丽萍很早就来了。我们这个发言顺序怎么样呢？我们就回到，所以我在考虑，我搞不好过一段时间如果再恶化，我就真的会像当年那些老贼拿尿袋这样子。这个不过我虽然最近都连我自己的很多工作都没有办法做，但是看了何志蕊的新闻，然后那时候应该非打电话给我，我觉得无论如何我要来出席。那我觉得每一次我跟别人提到何志蕊的事情的时候呢，即使是我很熟悉很尊敬的自由派的人，他的第一个反应就会皱眉头，因为他们已经在所谓整个攻击事件的报道过程中有了一个非常，我简单的讲，像我们是念法律系的，在我们念刑事法里头，我们要研究叫做被害人心理，你要研究强暴犯，请问研究强暴犯行为的是不是赞成强暴？请问在心理学里头研究一些比如说虐待狂的或是性虐待的，请问你做这种虐待研究的人，他是不是赞成这些虐待行为？那比如说有很多研究家庭议题的 Women Studies 里头，他们要念到家庭暴力，所有研究家庭暴力行为的人是不是赞成家庭暴力？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台湾的过去可能呢，我们都常常以为说台湾是一个十年来哈，甚至有很多很奇怪的男人都会讲说台湾这十年来女权高涨，其实错了。我刚刚回台湾的时候，那时候女权比较好，因为还有像何春蕊这种神经气息的人会去讨论说只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了。可是这十年下来，我必须讲，它不只是何春蕊个人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包括最近我们经常在讨论的吕副总统的现象非常多。我作为一个女性，看到台湾这十年来说，我认为这十年台湾妇女运动一点都没有进步，而且是在倒退中，因为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保守力量，它挡住了所有女人的出路，它希望所有的女性可以回到她们过去所希望的一些角色，所以他们用各种假的污名化的方式或是妖魔化的方法去攻击非常多在不同领域里头的女性政治人物或是女性里头在思想界有影响力的人啊。那何春蕊本身呢，她的存在对台湾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在妇女运动里头本来在全世界就有她的保守比较保守倾向的，那有些研究的是比如说他们如何在法律里头增进女性的权益，有些人讨论的是性里头开放的自由，它有不同的派别。民主国家的特色不是只有让你去很不同派别去讨论同的问题，它还包括保障你去很开放的讨论所有性别的事物啊。那我的看法就是说，当何春蕊的问题被提出来，宗教团体提也就算了，在美国有些宗教团体还可以被反堕，还可以因为反堕胎还把一个堕胎的医生给杀掉了。宗教团体本身就有它在这个问题里头它因为信仰所产生的强烈的排他性格，可是如果搞到变成国家公权力介入这个事情，而且最后变成一个公诉罪的话，那这个是一个侵犯宪法的行为，我觉得该被办的是那个检察官而不是何春蕊。所以我现在要看的这个九月的开庭啊，我们的整个法律体系怎么样给台湾一个最起码的学术研究自由。那有人也会跟我提到说，何春蕊为什么他明明知道年轻人很容易进这个网站，那么当然这些假设是因为他们对网络的无知了啊。那他就说应该要设一些 password， 要有一些密码。我说哪个学术网站设？哪一个学术网站他有能力有足够的资源，他去设一个 password， 然后设一个密码啊？所以今天我必须要说呢，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用法律牵制的方式去牵制一个学术里头的自由，它已经无关乎你赞不赞成这个学术研究的内容，这个学术研究的方向，你是不是属于这个主义里头的，也不在根本就无关乎所有这个事情，只在乎于关心说这个社会容不容许一个学术研究的自由，容不容许一个开放的一个空间呢？所以我今天他们大家很欢迎何春蕊回来啊，那我希望在台湾呢，
妇女运动严重受挫的低潮的时刻啊，希望那个喊出，过去经常喊出很惊吓人口号的何春蕊啊，这个可以在法庭里头再去吓吓那个欺负他的警察官，谢谢。可是你现在很想要不要赶快回东京算了，很累的，大家都想休息呢。哎，我们接下来就请张琪的本身就是一个最直接表示支持的一个行动。那大家也都知道，过去这么多年来啊，我跟小何，小何算是战友还是什么？因为基本上我们两个很多地方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些歧义的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那我记得我最早在网络上面看到那个签署书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真的是犹豫了一下啊。那我就会开始分析我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有点犹豫啊。那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真的了解到说，其实小何这么多年来啊，他把女性主义的言论推到一个那么样子的一个我们觉得是相当极端的一个角度，我觉得他真的承受了，就是说真的承受了我们整个社会对于女性主义所有的这种敌意，其实都归到他那去了。所以相对来说我们比较好办事，是不是？好比说别人看到我们就觉得，哦，你们是很温和的，你们是很和蔼可亲的。然后我那时候就突然之间想说，天哪，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啊，什么时候我们开始畏惧这种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啊，开始畏惧这种具有争议性的位置。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每次到世界各地回来之后，我就那么喜欢台湾这个地方，我就觉得到底是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台湾这个地方好活泼，它是一个真的是一个众生喧哗的地方。那一个真正的一个活泼的一个社会，其实它就应该要有那样子的一个光谱，那个光谱是一个最保守跟最激进的光谱，都是要有的。所以我突然间觉得说，哇，小何真的是好有 guts， 好有这个勇气啊，他可以冲到那么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相当激进、相当具有争议性的一个极端。所以那时候后来我就决定要签这件就说联署。然后后来呢，那个乃飞问我说，就是记者会的事情，那时候我又迟疑了一下啊。那我必须要说，就是说我这次的迟疑其实是来自于很多我身边的一些朋友给我的反应哈。那我自己的一个感觉是说，其实好多人是等着看好戏啊，他们都会知道说这是一个荒谬的事情，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宗教团体，然后呢还费尽心思，对不对？好不容易去找到你的网站，找到那样子的一个link号，找到一个可以切入点来告。可是我觉得好多人其实他们是想要坐上观，或者他们即使是不要落井下石，他们觉得要坐上观就会觉得好吧，你要 push 到那样子的一个极端，就看你怎么样走火入魔，就看你跟那些，简单的说就是说，要看你跟那些最保守的宗教团体怎么样对话。因为我们常常讲说，其实有些时候最难的是一个完全站在不同位置上的。所以我那时候又稍微迟疑了一下，我就在想说，哎，我为什么没有马上答应？我想那里头其实还是会牵扯到一个，就是说，据这样子一个，就是说，目前很多人都不以为然，或者很多人都会想要等着看好戏这样子一个东西，你愿不愿意真的站出来讲话？那我觉得这时候其实会逼迫我自己去反省，说，我自己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在校园里头，那我们也都是在开这方面的课啊。我觉得真的是会有一种，就是说，如果在这一次的事件里头，小何如果受到任何的损伤的话，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来说，这是唇亡齿寒。是同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在课堂上也都是讲我们要讲的，讲我们觉得应该讲的，谈我们想谈的。我常常会觉得说，这个东西一旦就是说校园的这种禁忌出现之后啊，每个人心里头都会有一个小警钟，每个人都会觉得说，如果小何受到了什么制裁的话，那我们日后要怎么样上课？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考虑之下，我就觉得那我应该要出席今天的这个记者会啊。那小何其实不需要我们来帮他讲话，因为我觉得小何他其实真正会讲的最精彩的都是小何他自己讲的。那况且这次牵扯到的就是说，像刚刚文倩讲的，这是一个学术言论自由的一个范围，然后这里头也牵扯到就是说我们社会上怎么样子看待网络这件事情啊。照理说网络是没有边界，它是没有门户的，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我都不晓得那个宗教团体，其实我觉得好有趣，他们真的是能够找到这样，他们如果随便去一个网咖，他们就会知道说那些青少年那个 cyberspace 上面到处漫游，其实根本不会，简单的说不会要去这个性别研究室去看你们那些东西，而且有那么多的文字啊。那我就觉得说，哇，他们非常具有想象，而且我觉得这些宗教团体他们也忘了一件事情啊，就是宗教本身也是一种言论自由嘛，就好像我们说中国大陆现在迫害法轮功，是不是哈？他们都没有想象说，
如果说剥夺了其他领域上面的言论自由，不论是学术的言论自由，不论是这个性论述的言论自由，那有一天宗教的言论自由也是可以被剥夺的，就好像现在是正式在发生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会觉得说，也许在这个学术言论自由的一个领域，或是在网络领域，如果我们都不谈的话，我觉得我只想谈一点，就是我们拉回台湾社会，就是一个我们那么珍惜、那么疼爱的一个台湾社会啊。在过去就是说在10年前，也许我们觉得说，在台湾社会里头，唯二具有冲撞力的东西，其实一个是政治，一个是性嘛。我们说，如今的政治的异议分子啊，政治的异议分子都已经那个改朝换代，都已经成为大官，都已经成为这个立法委员，都已经成为甚至总统，是不是哈？以前的黑名单早就已经那个，现在都当市长啊什么。可是呢，这个性作为一个性的异议分子啊，没有想到居然我们台湾居然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这样子的一种性异议分子的一种迫害。所以我会觉得说没有问题，我相信小何一定有绝对的能力哈、啊，有绝对的口才，有绝对的智力啊。能够去当一个成功的性异议分子啊，能够借着这个事件，因为我常常会觉得说，社会要进步，有些时候就是要透过事件去做整个的社会教育。所以我不会从一个很负面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给我们社会的一个机会教育。那我也相信小何会打一场非常漂亮的仗。谢谢小红啊。其实我想接续讲一两句话，就说如果今天学术空间都这样了，就警总已经出现了的话，我相信在社运界，我想社会团体是更困难，因为通常学术是最受保护的。你说你是教授，你讲什么话大家都听啊。我想早期妇女薪资在成立的时候，很多其实朋友是觉得我不要加入团体，因为我做一个学者，我更有空间。不过我想现在不一样了耶，做个学者也没有空间，很恐怖的了，好不好？搞不好，我想在整个社运的过程里面，我们也是很看重这件事情，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啊。那接下来有一个跟言论有关的，有个姐妹电台的人，你们的言论要不要因此设限了呢？这是另外一个可以考验的地方。我们请王丽萍。其实我很高兴哈、怎么样我都会支持何春蕊。大概有几个观点啦、因为刚刚大家提到宗教里面，那我们看到这一次就是纠合起来的几个一些团体，包括做一些可能是青少女的啊，比方说终止同济协会啊，比方说立新啊，他们其实都是隶属于各个宗教团体辖下的一个社会福利团体。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也看到，就是说各宗教里面他们也有一些他们自己的福利措施，或者比较安全的地带去做一些福利措施，但是其实他还是每个教派，包括西方哦，包括东方哦，那包括佛教，包括一贯道，那包括基督教、天主教，我其实发现了、其实他们内部也都有关于他们自己神学观里面的一些在做性别运动的人，比方说佛教里面就有释迦慧师父召会法师，那比方说天主教里面就有周一兰周修女哦，那周修女她在5月份的时候，他们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刊物里面哦，那她有提到就是堕胎，重新在讨论说啊，天主教里面对于堕胎的一个观点哦，那他们希望从比较务实的哦，对于照顾生命的一个层面来看，结果在内部也遭遇到他们很多男性哦，就是这些神父的一个反对，那甚至要就是砍他们的预算啊，怎么样的这样，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都很正常啦、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事情就好像刚刚那个张小龙张教授的看法，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情，就是说他可能借机会可以让大家去看这个部分。那另外就是我觉得台湾的一个女性参政，因为我自己也是女性参政协会的一个理事长哦，那我们这个协会其实没做什么事啊。那我大概觉得就是说台湾的一个女性参政的这些女性的政客或者女性的政治工作者，她可能比较必须的是性别意识的这个培养。那如果她的性别意识有培养比较足够的话，我想她对于诸如此类的一个问题，包括文化层面的、社会层面的这些关照，然后要来进行一个政治里面的一个改革、我想会比较真实一点。那么在今天我觉得我要对何春蕊就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支持哈，就是
我是五年一班的，那大概今年42岁哦。那我一直就是说，哎，从读高中到大学哦，然后到哎出社会，我自己在从事政治工作哦。那从事政治工作的过程，我大概有一直做一些妇女这个部分的议题哦。那我觉得何春蕊她是在妇女界、妇女运动界，他们可能觉得她是就拍咖。为什么觉得她就拍咖？因为她老是就是她就是一个很璀璨的明星哦。那往往她的发言，她其实会打开另外一种场域的一个战争。那这个部分其实我想对于其他的妇运在工作的一个分子哦，就说其实他们每个人占据的位置或者他们工作的主题哦，他们组织内部要做的一些工作的主题是不一样，是很有差异的。但是其实在整个那个面向里面啊，就说过去的一个80年代的妇女运动一直到90年代的妇女运动，然后已经各展峥嵘，然后哎就是五花八门哈，然后哎五光十色这样。但是其实它前面的那一波的妇女运动，它比较是属于就是站在异性恋这个立场，然后来看男女两性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到90年代哈，然后到21世纪到现在，我想何春蕊她其实哦不断在情欲这个主题上去做论述，然后在性啊、包括性的这个产业。然后这个情欲的一个品质，然后包括这个跨性别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哦，我想这个在台湾就是我觉得，我就在兰克林干嘛伊就拍卡，但是我是干嘛伊就喝卡，而且他就怪卡，就说他把妇女运动开创到另外一个场域，好、哦、展现到另外一个高点啊，因为只有在就是你一定要去完全否定异性恋体制。这样的一个观点你才能提升到一个性别运动到另外一个层次。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最近还有京津书库这个事件，就京津书库里面它贩卖的一些图档杂志，它可能是成品，它可能是金石堂也都有贩卖的，可是到京津书店里面他们去查扣，它全部都给它查扣起来。那这反映什么事实？就是我今天裸露女体是不问题，我今天随便一个乡下的一个喜庆活动，可能就有钢管女郎跳到就是丁字裤，哦，甚至都没穿，好、哦，没事情，不会有人去纠举他。包括基层的派出所，我们可能有一些人就觉得说，这个尺度不行哦，因为有很多小孩嘛，好、哦，所以去跟基层的派出所讲，可是派出所他不敢动，基层的警察他不会去动哦。那裸露女体他是被许可的。它是普遍性的存在，而且才发生。那裸露男体是会变成有一个很集体的焦虑跟恐慌。那今天何况是人兽交、动物恋这样的东西。所以我想在这个层次哦，我想我一定要从姐妹电台这样的一个观点哦，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们电台也做了几个专题，然后后来就是采访丁乃飞。然后做一些讨论，那之后呢，我们做了一个礼拜的带状的节目，然后一直在讲人兽交动物链这个部分。那最近京津书库这个议题这个风波，它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台湾社会，就是你可以不断的去窥视女体，可是不能去窥视男体。那这个人里面，他就是一定要捍卫异性恋，人类的社会他就是被规范在这里面所以他就不用去谈到这种宗教里面的性别运动啊，更不用去谈到什么性产业啊，更不用去谈到什么跨性别啦、啊、这样的东西。所以我想我在从一个媒体工作的一个观点我想我要对何春蕊表示最大的敬意。那么我想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好的开端，他们抛这样的球给我们，要接一下球，然后再制造一个变化球给他们。谢谢。最后麦克风的关系，我们就请王律师。王律师讲完马上就和老师叫讲话，来，我们靠广告，你要讲就还是他有书面稿，何春蕊有书面稿都发给大家了，你想听他现场再讲。谢谢大家为我安排了这么样热烈的一个欢迎会哦，因为我本来4月初受日本邀请去讲学，然后去那边才看上面有什么什么出了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后来的话有一些朋友也就开始为这个事情在媒体上面有一些很多的辩论，所以我想说是一个蛮好的给一个社会一个讨论的空间。然后后来再晚一点点的时候就 SARS 就开始了，
破坏了我本来说中间我要回台湾来也是要处理一些事情，也希望对这个事情有一些些能够更多的说明。结果萨斯峰来了以后，我们那个日本大学因为很怕外来的人会带来什么东西，所以说你要回去的话你进来就很麻烦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让你回到 校园里面来，所以因为我的合约在身一直没办法，就只好就留下来。然后到6月23号的时候，消息又来说正式有人要打官司了。那个时候我是有一点错愕，我的错愕是说，哎，如果有不同的意见的话，不是应该大家辩论讨论吗？今天就已经要打起官司来了，好像没有任何的一个讨论的空间。然后另外再加上就是，这是网络上面的一个小小的超连结，那它是一个被动的，而且在浩瀚的网络大海当中的一个小小的连结，竟然也会被视为叫做传播。那这个官司一开始了以后，当然因为司法的领域就不是我的专长，因此我就把这个事情交给律师，然后说好，那等我回来的时候我们再好好打这场官司。那我今天是有写了一个发言稿，那我也有基本的这三点的立场。那第一点的话比较针对的是说，我认为学术研究不能够被宗教或道德或成见来驱使，因为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很多的反应的话，其实针对的学术网站、学术的资讯交流上面要设限，这个设限的理由我们等一下再讲。但是这样一个设限的话，实际上使得学术的领域当中要做什么、要说什么、能够研究什么样的题目，似乎要先受到另外一套价值观的检验才能够进行。这一部分的话，我觉得各个领域里面有不同的价值观，宗教有宗教价值观，家长的家长的价值观，学术有学术的价值观，那这些不同的价值观我们必须要有空间能够折冲，能够对话，而不是说用法律来行使一套价值观，然后所有的人在谈论问题的时候都要受到言论上的限制。至于说附带的说，有很多人比方像我们学校就很紧张，就认为说哎呀，看一看最后判刑的状况如何，然后再来决定那个团体们所要求的那种什么不适任啊、解聘啊这种事情。那我是觉得说，是不是认解不解聘跟网站上有没有穿靠超连结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一个人的学术上、教学上面是不是适任，要交由我自己的专业领域来决定。那第二部分的话，我认为那个性价值观的差别的话，必须要有那个空间讨论。从这个台北工娼事件开始，我们发觉那个讨论的空间不断的被缩减，完全是用法律、用判刑、用各式各样的禁网专案、用各式各样的搜捕，或者说甚至是援交诱捕，这各式各样不合法的一些做法来限制性言论的空间。这一部分我也觉得我们不能够用法律来断定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或者价值观上的差异。第三点的话，我认为其实今天这个案子不是只是相关我个人，我向各位发言者已经也提到了，它其实相关我们对于台湾的愿景是什么。在台湾我们面对了一个社会生活的十字路口，我相信各位看到一些法条的名称的时候都觉得很好，儿少法听起来很好，儿福法听起来很好，可是各位没有看到的是儿少法、儿福法在过去这三年当中的一些改变和修订，事实上使得成人的世界、使得个人的世界都受到很大的限制。你要怎么做妈妈、怎么做爸爸、怎么做老师、怎么做学生，现在有一定的规条来管理你的这个交往、管理你的接触、管理你的资讯的取得。这样子的一些发展不是我们乐意所看到的，因为我们看到的言论的继续的被检查，今天金晶书库的被搜查，其实让我立刻就想到了当年这个警总还在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的那个时代杂志上面会少一张照片，或者会有好几行涂黑，那样子的一个言论检查的现象竟然在我们中间又跑出来了。我觉得我们现在面对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就必须要去看刚才张景宏提得很好，唇亡齿寒的感觉。今天抓的是同性恋刊物，明天指不定就是异性恋的刊物，就是刚才王丽萍认为裸女还有空间的那些刊物，一个一个的都要被倒下。各位没有看到最近好像什么第一手报道啦，各式各样的周刊杂志现在都被起诉吗？而且被同一类型的团体起诉，已经看到了同性恋刊物、异性恋刊物一起的被搜捕。我们过去几年当中看到扫荡色情的时候，不但是扫荡男人的色情场所，女人的色情场所通常第一优先被扫荡，这是唇亡齿寒。今天大家说要保护青少年、要保护儿童，
可是事实上所形成的后果，下面就是对于成年人，对于所有的个人的一些限制。我现在要另外提到一件事情，在这稿上没有写的，就是所谓的保护青少年，认为青少年接触到某一些资讯的时候会受害，这一个题目我觉得我们需要辩论，因为从来没有人去谈过一下到底青少年要知道些什么东西。我们总觉得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要给他知道，然后就背一些考题，背一些作业，背一些参考书，这是最健康的教育。可是大家都忘了自己过去在一个封闭的性的环境当中成长以后，现在请问大家，你们成年人的性生活如何？我们整体的性文化如何？我们现在大家在看到了跟性相关的事情的时候，心里面所浮起来的各式各样的复杂的矛盾的厌恶的恶心的罪恶的这些情绪哪里来的？我们常常说，哎，我们不要歧视同性恋，我们不要歧视艾滋病的病患，我们总觉得好像要跟大家谈一谈以后理性上能够说服到你，因此就开始包容尊重起来。可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回头去想，为什么一个人会开始歧视别人？歧视从哪里来的？那种不能够容纳异己，见不得别人跟自己不一样，见不得别人多吃一小口好吃的东西的那样一个狭窄的心态哪里来的？哪里养出来的？如果我们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永远都会说我要保护青少年，因此全世界的人都要听我话，全世界要照着我的生活方式，全世界的人都必须要遵守同一套道德规条，这样一个世界是我们愿意的吗？这样一个把青少年儿童当成一个大的这个尚方宝剑砍下所有的人头，这样一个做法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吗？我们如果要做一个前瞻性的先进的国家，做一个进步的开明的多元的文化，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养小孩？我们到底要给他们养什么样的态度？要帮助他们什么？要跟他们怎么样去沟通？以我们现在用法律、用判刑、用监控、用搜捕、用各式各样的净化专案来净化我们这个社会，我相信我们会养出更可怕的人。大家都知道，在过去的政治戒严的时代当中，在白色恐怖之下，人变得是多么的怯懦，人变得是多么的想尽想怪的就要去检举别人、偷看别人、抓别人的小辫子，那样子的一个时代难道要在我们中间重演？难道我们监督完别人的政治言论、政治行动之后，现在要来监督别人的性言论和性行动？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一样的社会？我们正在养什么样的孩子？我相信今天孩子如果有出什么样的问题了，那个问题恐怕不是出在我们有太多的自由，其实出在的是我们一直在一个非常扭曲的社会空间当中去教养他们、去限制他们、去监控他们。大家不要忘记，我是一个非常高压的家庭里面成长的人，我从小就记得我们是怎么样被父母亲侵害人权，怎么样监督我们，怎么样监控我们，怎么样偷看我们，怎么样偷听我们，怎么样检查我们。请问这样的父母，这样的操作会养出什么样的孩子？你难道不担心这样子的歧视的教养吗？我很不幸啊，我在那样一个高压的环境里面成长很久很久很久，后来我终于想清楚了一件事情。我这个想清楚其实不是，因为我是交友不慎，我遇到了很多很多坏朋友，而我觉得他们给我了很大的救赎，因为我突然看到说原来世界上还有别种人。在我家庭里面成长观念呢，我一直以为世界上都是好人，都是那种很讨厌这个很讨厌那个的人，结果我发觉我认识了很多人，他们非常非常的享受某些事情，欣赏某些事情，尊重某些事情，能够去理解，能够去承认说，哎，也许我的世界不是这么小而已。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青少年和儿童必须要认识这一点，世界不是像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保守团体所想象的那样的狭窄、那样的小、那样的单一、那样的只有一套道德标准，所有的人要照着同样的方式来进行。台湾在政治民主上已经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开始多元的言论有多元的言论有空间，可是在性、在情欲、在青少年的人权、在儿童的空间上面，我们还受到各式各样的监控和限制。而最近几年有越来越烈的趋势，这个而且越演越烈的趋势，以最明显的立法、修法、改法、成立各式各样的新的法条，但是名目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保护的字眼，用这样的字眼来限制每个人的生存空间。因此今天我觉得动物类网页之战其实是台湾社会自由的一个分水岭，这个分水岭
要界定了说下面大家还能说什么话。除了青少年和少年人权部分哈，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必须要谈，就是网络。大家必须要认识到网络的性质。过去的话，我知道儿少法成立的时候，他的考虑是什么？他是怕大家把一些广告、一些招募这个青少年、青少女进入色情 行业的这个广告送到了大家的面前。可是今日网络哪是送到你面前的呢？网络你不去开，它不会到你面前；你不去点，它不会知道你的地址；你不进到了那个网页，你不去搜查，你不去输入什么样的字，你就一点资讯都没有。我知道有很多人开始在学网络，可是到现在为止，他到现在还是说，哎，网络世界没那么大嘛，好像文章不太多。我就觉得说啊，也许你这个手指头肌腱炎还没发作，因为那些点了很多的人的话都知道世界有多大。但是在网络上面主动搜寻资料的自由，竟然要被那一些懒惰的、不愿意接受资讯、不愿意知道这世界还有别的可能性那些人限制。这样子的一个世界怎么可能在今日存在？今日在教育，我们已经说要改革，我们要养出来的小孩子要能够积极的、能够非常主动的去创意，能够看到不同的观点，能够自己去找资料，而不是靠父母、靠师长给你灌输一套东西。可是今日我们在面对网络的时候，竟然是把所有的门关起来、关起来、关起来、关起来，到最后只能看华特迪士奈。不过华特迪士奈近年来的作品也说实在的，身体越来越多，各位也看一看就知道了。那我们到底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们的青少年做教育的材料？到底我觉得今天我不知道我这官司能不能打到这个层次，就是说到底什么叫做散播色情，什么叫做传播色情，这个散播传播里面所包含着强烈的这种对于主动性的一种批判，那到底我们今天在网络世界能不能适用这样子的话？网络的资讯摆在那里的时候是主动散播吗？还有各式各样的色情是不是只有图像？我是知道哈，那个有一些团体的话，他们常常会训练一些义工专门到网上面去找色情。可是因为你知道义工的话通常只要三天就会成型，就是只要三天就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义工，但是义工的话其实不能够真正的去做一些很有效的一些判断，所以说通常都是这样，就是看有没有点，那三点有出来的话这就叫做色情。老实说啊，我们对那三点的执着实在是太强大了一点。这样子的义工的话会使得我们成为一个身体非常非常封闭的文化，因为我们完全不能够面对自己的身体，那样子的认识自己的身体必须要在一个非常大家看得开的、觉得没什么太严重的那个环境之下。因此对于网络上面能够提供这么多资讯，我虽然在日本讲学，我还照样可以在做对台湾社会的研究。为什么？因为我有网络，我透过网络可以到处去看，还有各式各样的资讯、各式各样的媒体的报道。比方有我在日本五个月都不知道台湾发生什么事，我每天看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一肚子火，觉得说拜托怎么搞得越来越退步。那种火我觉得需要被燃起来。龙应台行最近也烧了一把火，不知道后来烧得怎样了，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对于我们自己社会环境有那个关心。我们要关心在一个新的科技的年代，资讯的获得和资讯的提供还能够用那个老的法律来限制吗？还能够用那样子一个理解来看资讯的提供吗？所以我也希望说这一次的官司不单单说在性权上面，在我们的言论自由权，在我们的学术研究的自主权上面，同时对于我们到底要进行什么样的教育，我们的青少年有没有资讯的自由权，我们到底在想象怎么样叫做保护，怎么样才是面对未来的样一个社会，网络世界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世界，对于网络世界的资讯要怎么样面对。我希望这一连串的问题都能够在这样一个官司打起来的这个状况下得到一些讨论的空间。如果能够这样的话，我也觉得蛮不错的。如果说结尾啊，我是不知道说最后会怎么样啊，因为我希望说也许下次还有机会见面哈，对啊，就不知道说情况会怎么样。但是9月23号好像是有侦查庭，那会有一个结果出来。但是无论怎么样，我希望这个事情的耸动性所带动的是社会空间里面有更多的讨论，有更多的认识，有更多的认识到原来世界不是我们想象的，只是这样子一点点，这么一点点很单纯的价值观而已，还有很多的事情存在。李登辉很多事情我都不赞成，他只有讲过两个字我觉得是很好用的，就是大家要务实一点。
务实，就是面对现实，你不能说这世界上某些事情不存在。就好像我们从前好多年来我们都假装中共不存在，那我们现在是假装存在，可是假装它是一个某个样子，那种假装不是务实，不是面对现实。我们必须要面对这社会里面人到底是怎么活的，而学术研究是一个最好的进入开始，能够把这些资料呈现出来。过去我这几年的研究的话，曾经使得这个社会上面有很多人他们自己的生命的故事有血有肉的呈现在这个社会面前，让大家开始认识到原来我们社会存在着这么多的不公平，这么多的压抑。那我也希望透过动物链的事件，我们的网页上从来没有说过人兽交，大家不要这么肤浅好不好。动物链作为一个学术议题，是性学界学术界公认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也请大家在这个时候能开始去认识。先不要说因为我不认识所以我把它干掉，或者因为我不了解我讨厌因此它就不可以讲出来，它如果存在我不知道就没关系，这样的一个虚假，这样的一个蒙蔽，不是我们这个年代一个现代人应该有的态度。那我今天非常非常的谢谢大家对于这个事情的关心，因为我觉得你们对这个事情的关心想必不止于说只是对我个人的关心，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尽量的能够看到有这个社会空间更多的讨论，有更多的理性的辩论，而非只是用一些很老掉牙的法律、很老掉牙的诠释来想要把现在的复杂的科技的社会一刀切成两半。那也许这样的话这件事情的那个重大的意义才能够真正的显示出来。特别谢谢大家为我摆的这一场欢迎会，有很多朋友都是赛车赛很久跟我一样从很老远的地方跑来，那我也非常非常的感动。这个虽然说东京跟台北只有3个小时多一点点的行程，不过我从今天早上10点钟离开我的公寓到刚刚才坐下来，而且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从中正机场到台北竟是如此遥远，2个整整的小时。在后面我还是催促我的司机冲啊冲啊冲啊，才冲到了这边，耽搁了一些时间，不好意思。谢谢大家，也希望大家继续的支持性言论自由的发展，我们会努力的把这场仗打好，谢谢大家。同意啊，因为我不知道对很多人来讲也许都没有当过被告，我们在场的人其实当过被告的人啊，感受我想会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蛮佩服他的，因为我自己当过被告，中宪走了我跟他一起当被告，也因为在电视上的一个言论，然后就被当作被告。那我自己本身虽然是律师，我处理过那么多案件，我还没有真的去开庭当被告，因为我常常被告的都是那种内乱外患的，那我不用开庭就可以结案的。但是真的被当被告要去开庭的时候，那种心理的压力啊其实是蛮大的。那个时候好像正在实行全国司法改革会议，因为我是被告，那我本来是台北律师公会推荐的要去开会的代表委员之一啊。那因为要开全国司法改革会议嘛，所以要去审查，一定要没有案子在法院的才能够去参加，因为有案在身的人呢可能呢言论就会不够客观这样哈，就一查有案在身哈，就被告回放这样哈。所以其实是对你的日常生活造成蛮大的影响，我想这不是一般人没有当被告的人能够体认的哈。那我想我刚开始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有点残忍。那个残忍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在妇女团体非常多年，那我看到报纸登的是说妇女团体提出告诉，那我就觉得非常的可怕，是说如果果真是叫做妇女团体的话，我就很不能接受的是说姐妹之间会用到刑事告诉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在处理这样的一个议题，其实是非常让人家不能够想象的一件事情哈。那这个不只是刑事的责任会不会成立，有刑事前科的问题啊，像要求中央大学不要再让何老师去任教，这个牵扯到他的工作权啊。那你知道工作权其实牵扯到一个人的基本的生存权，他的退休金，这个都是一个非常现实很务实的问题，务实的问题。所以呢我看何老师都不担心，可是呢作为他的律师呢，我都一直非常谨慎的在处理这个事件啊，因为真的是一个人的基本的生存权的问题。然后做社会运动做到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我觉得跟美丽岛有点像，坐牢的样子，这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匪夷所思的哈。那么在法律上的部分，其实就正如刚刚文倩提到，就是说他的确是宪法层次的问题，我们在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不是把它当作一般的什么色情啊妨害风化的案子在做处理哈。我们从宪法的第11条规定到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跟出版的自由哈。那为什么说它是一个言论的问题，是因为
这些团体呢，他放着哈那么多的所谓的这个色情的书刊啊、色情的这种海报什么这些都不去告，他就只告一个学术单位，而且只告何老师。其实如果认真的去了解他们为什么要告的话，其实是积怨已久，真的是这样。他们对何老师开始从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开始，我想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不爽了，然后累积到现在抓到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就爆发了。其实不是单纯的所谓，你如果把它看成单纯是一个人兽交什么动物链，我觉得那不是 key point， 真的不是 key point， 是已经积怨很久，借这次的机会来修理他。我真的觉得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哈。那么所谓积怨已久，就是对何老师本身所提出来的那些言论，或者他在课堂上面所讲的那些讲学著作，对，还有很多的著作跟出版哈，那大概都是因为其实所造成的，所以它的确是一个宪法层次的一个问题。那么我想在整个诉讼处理过程里面，包括刚刚何老师所提到的是不是散布符不符合散布的要件，我想都会在我们的诉讼里面会去做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比较细致的一个处理哈。那最后一点我要回应刚刚夏老师提到，就是说在猎杀女巫的那个事件里面，其实我以前对女巫是什么也不太清楚，直到有一次呢，我去上了一个节目，对不对？就是 TVBS 的那个 A00 全民开庭还什么之类的，对不对？然后呢，我那时候主张通奸除罪化，那很多观众call in进来啊，然后就有观众女生哦打电话进来说，那个王律师，那个简直是一个巫婆。我当场哈就受伤了。然后我上完那个节目之后，我打电话给王平，王平讲说，我好难过，竟然有女，基本上站在女性的立场，然后被女性打电话进来说我是巫婆，就王平跟我讲说。你要觉得很开心，我觉得他说为什么要觉得很开心，他就说你知道什么叫巫婆吗？我说巫婆不是很可恶的人吗？他说不，巫婆在古代叫做有智慧的女人，哇，对啊，是有智慧的女人的另外一个称呼，这样说哦，这样，我说你不早点跟我讲，那我当场就可以反应说谢谢，对，巫婆就是有智慧的女人的简称啊，所以我非常高兴，就说。在处理整个案子的过程里面，虽然有一些辛苦，可是我真的很想跟何老师鼓励他说，真的有智慧的女人这句话就奉送给你，巫婆让你当，谢谢。这线就是开放，那我相信大家应该有些意见，看一下现在提出来还是。